第十三题，若以箭头方向表示电子流方向，则下列选项中哪一个电路装置表示的方向正确？电流方向就是正电流动的方向，它是从正极出发，经由外电路流到了负极，而电子流是负电流动的方向，它是方向跟我们的电流方向相反，它是从我们的负极出发，然后呢，经由外电路回到我们的正极，就像我们的 C 选项所显示的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哪一个电路装置表示的方向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